今天是儿童节啊。妈妈，我有没有儿童节礼物啊？所有人都给你准备了礼物啊，会给你送快递过来的。所有的人会给我礼物。好奇心，荣誉。哦，你是谁啊？极速快递，我是快递员凯文。哦哦，你好，快递到了。谢谢啊，辛苦了。哇 ，yes， 第一个礼物，这是谁送给我的？哦哦，猫头鹰，猫头鹰，直接送给我就好了呀，干嘛还送快递呢？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，猫头鹰。哦，打开看看。哦，好像有很多东西，果然。这什么啊？哦，我吓出汗了都，我吓一跳。我这蝙蝠，蜘蛛，蛇啊！猫头鹰在这逗我吗？真的吓到了，哦，吓到我了。啊，妈妈说我会收到很多礼物，应该还有的吧。哦，又有人来了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下面还有个您的快递啊，请收好。我收到很多礼物哦，请签收。啊，有礼物了，感谢。这是谁给我的呢？啊，有新的礼物。哎，这个猫头鹰真的。这个放到一边，我要打开这个看看。哦，隔壁大叔。隔壁大叔送我礼物了，好、啊，谢谢叔叔。下次我要送叔叔礼物，叔叔会送给我什么呢？大叔啊。虽然每天都像朋友一样开玩笑，但是这样报复我叔叔是不是过分了呀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还是谢谢你送我礼物。第二个礼物真的不喜欢。好，又有快递来了，这次一定会是我喜欢的礼物。电梯。又是这些人的快递啊！啊，什么？怎么这么多快递？嗯，故障！哦，出大事了！电梯为什么坏了？哦，我真的好累啊！电梯出故障了，肯定很辛苦吧？哦，我好辛苦啊！我放在这里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走了，希望不要再有礼物了。走了，谢谢啊。耶，这次有两个，甚至是我最好的朋友凯莉和露西送我的快递啊。先打开哪个呢？啊，好吧，打开凯莉的。以后我也要给凯莉和露西送礼物哦，但是这个礼物得让我先满意才行。哦，凯莉会送给我什么呢？应该是玩具吧。究竟来看看是不是我预想的玩具啊？哒哒，哇啊！年年乐，年年乐，年年乐！果然凯莉就是年年乐，我喜欢。拆了这么多快递里面最喜欢的礼物，还有，凯莉护手霜，哇，差点遗漏了这个。对于送礼物的人来说呢，拆开礼物马上使用，这是对他来说最好的礼貌啦。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。凯莉，谢谢你啊，非常喜欢。露西，
为什么送这么大的礼物啊？包装还这么好看，露西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嗯，又一个箱子。啊，这里呀、啊，一二三，等等。哦，露西，你是不是在这里面放宝石了呀？哦，没有盒子，没有盒子。哦，这里应该有吧？一二三。没关系，这里面就有就好了。哎，什么呀？啊，真的是，原来是戒指啊，戒指！送我戒指送了这么大一个箱子。哦，戒指，哦，刚好合适我的手指嘛。没错，反正有三个手指。露西，谢谢你啊。露西。还有礼物啊，我来了啊。这位朋友，你是艺人吗？你是什么职业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礼物啊？又来了又来了，这次也是两个，签收吧。啊，我不是艺人啊，啊，因为是儿童节，有很多人要送我礼物嘛，所以谢谢，再见。我不是艺人。这个呢，一看包装纸就知道是谁送的礼物了，小心的啦，和小凯文送来的礼物。哦，好可爱。我先打开小凯文的礼物。究竟小凯文准备的是小凯文人偶？这是什么？甚至都是吃剩的。小凯文，你真的会被哥哥教训哦。这都是什么？小凯文，但是礼物还蛮可爱的，可爱可爱。我现在是因为有小心的啦，还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才放过你的。你真的会被哥哥教训的哦。一二三，当当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小辛德拉，你在用你的魔法跟哥哥开玩笑吗？小辛德拉！啊啊！但是应该还蛮好看的吧？合适我吗？啊啊！我的六个礼物都拆完了，突然有点空虚。啊！哦。还没有结束，还有，还有 ，yes！ 啊，你好，你不是，哦哦，你这个，哦哦，哦，你造型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的朋友给我开了一个玩笑，哈哈哈。我刚刚确认一下，这是最后一个礼物了，但是真的非常重，超重的。哦，但是你有时间吗？啊，不是其他的事情，如果我要拆礼物吗？觉得如果大叔和我一起拆的话会很有意思，或许抽出一点点时间或一起拆礼物可以吗？和我一起。这应该是最后一个快递了。好好好，那我进去了。哦，大叔，你坐这里吧。哦，好好好。我觉得和大叔一起拆礼物应该非常有趣啊。这个是谁送给我的？哦，我这个打开的话应该可以看到里面写的名字吧。哦，哦，什么感觉？好像是玩具。哇，大叔，是玩具啊，玩具。哦，玩具啊，你真幸福啊。我还有，哎呀，我收到四个玩具，但这个是谁送给我的？没写名字吗？啊，爸爸，原来是父亲大人送的呀。爸爸，我爱你。我
等等，大叔，不好意思，你有时间吗？可以和我玩一局游戏吗？哦，和我一起。刚刚拆出的这些玩具也没有能够一起玩玩具的人，本来收到礼物应该是快快打开使用的嘛。游戏，好的好的啊，我以前很喜欢玩游戏的。好好好，我们就玩这里面。当当，冰淇淋堆塔游戏，只要一起玩。我以前玩过这个游戏，特别好玩。把这个底座放这儿，每个人要轮流在上面堆冰淇淋。哦，这样这样，谁弄倒了的话谁就输了。那么我先来吧，我的名字是凯文，开始了。呀，轮到大叔了。这种游戏呢要堆得歪一点才行。哦，大叔又堆这么歪，我怎么办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想赢。那么我要这样。哎，小心一点。好了，现在才是游戏的关键时刻。还好。大叔，我来给你选颜色。豆豆，草莓味。好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草莓？呵呵，这次轮到我了。拜托拜托。成功。好惊险。这次巧克力味。Yes！ 我说过我很会玩游戏的吗？这个时间，我要走了。叔叔，你给我送来的快递，还陪我一起玩，真的谢谢你啊！我先走了，祝你儿童节快乐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叔叔再见！哇，儿童节收了这么多礼物，真的好开心啊！儿童节最棒！